好，你好，两位，这边请。谢谢。谢谢啊。好想说自己也去买一个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你是那个任重吗？哦，不是，谢谢。可以跟你合照吗？一张就好了。不是，我就是来。对，我来等朋友吃饭。我朋友帮你拍吧。我可以自拍吗？自拍。对啊，这样看起来比较清楚。看看这里。三。看他手背在后面。可以再一张吗？啊，再一张。就是搭我的肩膀。不合适。拜托，贴心啊。嗯，我听过他唱歌，林心如都哭了，我也哭了，很感动。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很感动。还是我找个视频给你看，你看这边，你看这边，啊，就是这里。够了没啊？我也没有怎样，就看一下影片，看一下本人，照个相嘛。看了你干嘛？神经病哎！到底谁神经病啊？吃什么醋啊？坐。喝杯酒。不要吵，不要吵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杯酒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矛盾，不就拍张照片吗？对不对？好，没事的啊。下次你碰到一个你喜欢的女生，也去拍照就好了。还回去，这样心里舒服了没？没有哎，你这样讲好像不太对。贞姐吵架应该是你吧？是是是。那你现在又这样子过来，先消气，消气。我不要跟你喝啊。没关系啊。哎呀，你干嘛要这样？人家都这样子。干你什么事啊？兄弟，你这样不太好。不是啊，他找你拍照，那我们俩吵架，我们的事情，你过来劝架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我觉得你想把他的。兄弟，我有女朋友。哎，你莫名其妙啊你！去追他，快点去追他啦！哎呀，再等等呗。哎，不好意思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到我们家了。哎 ，Hello。伟宁，跟那个有见过吗？有。在火锅的时候。我想的是，如果这男孩进来再跟我闹。我应该怎么先把林心如藏起来，你知道吧？我是他朋友，我就是他的朋友。我哥，阿庞、伟宁，我有好朋友，就是陈航，张陈航。你好。所以这个局是你们安排的吗？